千万不能错过精彩片段。广州，哇，广州！我再录一次可以吗？好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广州，哇！我们是要帅的啊！我们现在练习结束了，可以回酒店休息了。闭嘴了。我们去吃饭。干饭人，整天。那个，哎呀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刚刚。结束，然后这是我们 too busy 的，这是我们 too busy 的一个服装。对，刚演出结束，然后我们再调整一下，然后拍点东西就去吃好吃的。听说广州有好吃的牛肉火锅，可能我们一会儿就要去吃了。广州 boss 真的。很多啊，很热情，爱你们。啊，哇，我以为你一直笑我。Hello 啊，现在我们已经一天的行程都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刚回到住宿的地方，然后呢，今天很激动啊，很开心，然后有这么多的 boss 来看我们，有厦门的，然后还有。很多就在广州的 boss 们，然后，在下班的时候还看到了有举着那个生日祝福的那个灯牌，挺开心的，也很感动。就是，本来我想拍一下的来着，但是因为车当时开得太快了，没拍清楚，前面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，今天先就这样吧，晚安，很困，睡觉了。